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娱乐明星，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。芒果台再次夺冠，任贤齐爆芒果台出场费再高，自己也不可能谭咏麟同台，理由超好笑。众所周知，时光音乐会精准的戳中了广大网友什么时候都无法泯灭的怀旧之心。开播之后好评如潮，第三期节目致敬凤凰传奇、谭咏麟、林志炫、许茹芸。 张杰、任贤齐等各位音乐人翻唱凤凰传奇的作品，并给凤凰传奇写信表达敬意。节目中，我们能够看到大家难得的放松，也能够感觉到时光留给这首歌曲以及留在他们身上的痕迹。而最惊喜的，当属谭咏麟的《最炫民族风》。这首歌曲旋律、曲调欢快、洗脑，节奏感强。 歌词朗朗上口，又贴近生活，通俗易懂，说唱不绕口。这首歌被谭咏麟改编成摇滚版，应该是理所应当的事情，非常的具有包容性。当然，谭咏麟也没有太多花俏的东西，纯粹靠音乐就能够打动人。近日，任贤齐在宣传《时光音乐会》时，他坦言：“你有故事，我有音乐。” 翻出新鲜感，编出自己的特色，就像这期凤凰传奇的专场，大家都唱的朗朗上口、接地气。当然，最成功的当属谭咏麟，一登场就有内范，开口就把大家的气氛调动起来。二十五岁的我也是忍不住跟着哼。随后呢，任贤齐透露，不过就算音乐会出场费再高，也不和谭咏麟同台了。对此大家不解，而任贤齐调侃。 来凤凰传奇专场的时候，第一次聚会时，校长让25岁的我买单；第二次聚会时，校长又让我这个25岁的专场嘉宾买单。估计下次同台聚会又是我买单，除非25岁的校长给我发红包，我就和他同台。这里有小翻全场，当然从这些细节也可以看出。 任贤齐和谭咏麟都十分要好，也十分热爱生活，也喜欢让我们了解他们的生活。而下一期就是任贤齐专场。作为平民歌手，他的音乐故事我们很是期待。湖南卫视君乐宝优萃有机奶粉《时光音乐会》播出第三期，在本期节目里，时光音乐人谭咏麟、林志炫、许茹芸、张杰、凤凰传奇。 郁可唯以及两位新来的时光好友任贤齐、汪苏泷将一同进入凤凰传奇的音乐世界，找寻这些年他们留下的珍贵音乐宝藏。随着《时光音乐会》的口碑飞涨，节目热度持续攀升，收获三连冠，在智能三网中成为省级卫视收视率最高的综艺节目。此外，节目还以章节。 Max 版的《月亮之上》，王素龙改编凤凰传奇的歌太撩了等多个话题登上多个新媒体热搜，获得微博粉丝综艺话题榜第一名，引发了全网的热烈讨论。改编金曲，首首皆惊喜。张杰版的《月亮之上》太惊喜了。本期节目的庄主是凤凰传奇，他们的作品是众所周知的，传播度广，风格独特。想要翻唱唱出不一样的感觉，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 但是本期节目中的每一首翻唱。 都是给人带来了极大的惊喜。时光好友任贤齐开场便以一首零点五倍速的《自由飞翔》赢得全场掌声。歌曲中独属于任贤齐的味道，让人仿佛是瞬间进入了以草原为背景的武侠世界。而许茹芸则把巴萨诺瓦的风格融入进入了《荷塘月色》之中，用极其优美的唱腔和曲子为观众勾绘了一幅绝美的风景画。王素龙则将自己的风格完美延续到了本次翻唱之中，以一首小清。 清新版的《狼的诱惑》为观众们带来了一缕清风，而一贯用歌声透亮闻名的林志炫，这次则是选择突破自己的风格，用歌喉音的唱法将《蛇香夫人》的狂野诠释的淋漓尽致，惹得现场的几位音乐人惊叹连连。 谭咏麟这次选择的歌曲是凤凰传奇最出圈的《最炫民族风》，这首听众耳熟能详的金曲被谭咏麟精巧的编入了乐队元素、民族和摇滚的奇妙组合，实在是让人欲罢不能。同样选择了一首金曲的音乐人是张杰，虽然节目录制前一天张杰在演唱会上受伤了，却依旧是坚持录完了本期节目。他在现场带伤表演的这首《月亮之上》。 相比原版多了一份轻松和欢快，让人不自觉的便跟着哼唱起来。最后，凤凰传奇也以一首极具风格的《光芒》完美结束了这场精彩纷呈的音乐之旅。凤凰传奇特效 m v 笑翻全场，众人回顾新人时期故事，令人鼻酸。郁可唯选择的这首蒙语歌《我从草原来》，谈到这首歌的 m v 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也勾起了凤凰传奇两人的回忆。于是，音乐人便共同在现场。 重温了这则 MV，片中的故意制作的五毛特效也是逗得所有人大笑不止。张杰直呼眼泪都笑了出来了。除了欢笑，诸位音乐人还围坐在一起，分享了自己在新人时期的辛酸遭遇。凤凰传奇去校园演出宣传，因为造型过于独特，便被要求只能唱一首歌。 而郁可唯呢，甚至有过在演出现场被全场观众喝倒彩、喊他下台，甚至被扔水瓶的经历。虽然这些经历回忆起来仍旧是有些令人鼻酸，但也正是因为这些辛酸与苦难的存在，如今他们才能够围坐在此，享受这份成功的甜。 短视频使老歌焕发新生，纯粹的音乐同样触动人心。在林世炫演唱完《射香夫人》之后，凤凰传奇也是非常感慨，正因为如今短视频的兴起，才让这首老歌在十二年之后焕发了新生。而汪苏泷的《万有引力》作为一首并未取得太大热度的歌曲，同样也在十年后的今天，通过短视频平台被越来越多的观众熟知。如今的短视频平台可以说是完全成为了音乐宣传的重要武器，但在大家感慨。 在短视频发展为音乐作品宣传做出诸多贡献的同时，任贤齐也是表达了希望大家给音乐多一点时间的愿望。在过去的那个年代，人们可以对着歌词和磁带里的音乐，伴随着音符，在脑海里想象歌手想要表达的情感与故事。而如今快节奏的生活却让人几乎忘记享受生活中每一处细小、细微的细节里的美好。但是时光音乐会却不同。 他给了观众们一个慢下来的契机，正如不少观众与媒体评价的那样，这档综艺就像是躁动夏日里的一缕清风，让人不自觉的便能够静下心来，深度体验每一个音符中所蕴含的故事与情感，感受音乐最初最纯粹的美好。在下一期节目里，时光音乐人们也将继续音乐时光之旅，带领观众去到任贤齐的音乐世界，让我们一起锁定下周五晚二十点十分， 湖南卫视时光音乐会，期待时光音乐人为我们带来惊喜吧！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更多精彩资讯尽在娱乐明星，敬请关注。